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看来抓到谁的屁股。哦，那要怎么样走出去呢？啊，要怎么样走出去？走，蛙怎么又走回来了？哇！哇！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为什么全部都有一点痛？那这样还要玩溜滑梯吗？啊？你要买一罐金苹果罐头老板？要啊，你要吃药啊。我要来了。到了，哦，喂，本来在生门卷，阿飞嘞，约什么？